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和大家说说使用多窗口的方式。系统有两个模式，第一个模式是窗口模式，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，开两个或以上的窗口，可以选择最小化某个窗口，或是点 Window 选择你要的窗口。第二个模式是标签模式，点 View 选择 Tab Docking， 重新登录，所打开的窗口就会出现在标签栏。两种模式各有优点，随各自喜好即可。